呢，看上是一个剑的小贩，这直体后分两周，看上去获得0.5的加分了。快速这个直体后分涨到1080多，它是一个单腿向前交混的劈腿，它马上这个劈腿赚你360。羊跳马上这个前手翻，脚一蹴落地。说吧，这条动作还是求得稳，这是个单脚向前交互的劈腿接环跳，这个动作可以获得一个0.3的加分。哎呀，可惜，过去两周结束的时候呢，手撑地了，可以撑。